现在还无法与沃尔对抗，用你的欠账武器来抵挡沃尔的攻术，冲到里面去。我老麦的心脏正在剧烈跳动，我能感应到这家伙比以往那些更强悍。封锁此地，这个天罗战士是我的。快，用控制台解除锁定。完成之后，我将会引导你前往你的飞船。生存还是死亡，在此一役。女皇想要消灭你，但我想要了解更多。离开那里，天罗战士。等你完全恢复后，有的是机会跟沃尔交手。小的们，准备增援，布下天罗地网。我需要那个天罗战士。天罗战士可以在战场上健步如飞。还记得如何在墙壁上奔跑吗？我不清楚沃尔对你的战甲做了什么手脚，但现在还不能修复它。继续前进，前方有能量信号。上船，沃尔的增援就快到了。解除抑制后，就可以重启这艘飞船。你必须在控制面板上绕过安全系统。你们看到可疑的玩意儿了？别用你肮脏的右手碰我！哎呦，难道是我的传感器在误报？指挥官，这个是你吗？敌人的增援来了，那是一艘主脑旗舰，我们需要立刻撤离。指挥官有危险，我得赶紧先把引擎发动起来。天罗战士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僵尸中都是老的了，被我盯上的家伙，没人逃得出我手掌心。克隆尼帝国陆战队包围了。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天罗战士，飞船准备完毕，可以撤离了。Tano, hurry! Truly, 等到您了，我是本船的智能核心奥迪斯。不过现在，奥迪斯感觉身上少了好多东西，没法为您继续服务了。请让我自行毁灭吧，别拦着我。克隆尼帝国渴望得到这种卓越而古老的技术，也许还有一些系统遗留在船舱中吧。奥迪斯和小伙伴都惊呆了，那些可恶的野蛮人，零件都被他们拆掉了，下层轨道舱的维生系统也失灵了。以他们的智商，拆锁是要去漫废铁吗？如果您乐意，我可以帮助您恢复军械库管理系统。这是奥迪斯的荣幸，现在我可以为您提供更强力的改装武器了。简直是无耻之尤，武器也被这帮家伙抢走了。我们必须弄清楚沃尔上尉对你做了什么手脚，并阻止他。不过需要一些帮助，
我找到了一个可用的通讯模块，准备好之后启动你的导航系统。克隆尼鼠被把它拆掉偷走了，你要帮我主持公道，让他们吃进去的都给我吐出来才行。